侯建你好，我是武十一，集体周全做你的安全随律。哎呀，欢迎新朋友！哎，你是那个人物当中掐着武十一吗？我的工作是保护，假正经。哎呦嘿，你还敷面膜呢？我要喝水吃饭上厕所呢。你干嘛去啊？谈恋爱去啊？我可蹦跶。我觉得他嘛，对你没有意思。你是走心，你是心中有爱。小心！十一已经被你付出的够多了，现在有一个人能比你更好的照顾十一。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。 你的未来我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你走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未来和你之间，它放弃了你。你的方案肯定一贯泄露，这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，一定会当着老子的亲。我这是表示我的兄弟来害你，真把我当兄弟了？不见得吧。侯家处于最低谷的时候，他现在需要的不仅是保护，你的工作不可以掺杂个人感情。 我不希望遇见你的人生。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，只要有爱，就有希望。